哎，怪不得王周任公司的账目这么奇怪，啊，原来他把从银行借贷来的巨额资金全部转换成了军用物资，孝敬给了日本人。他真是个混蛋。我父亲暗中调查王周任后不久就遭到了暗算，这个王周任肯定是杀害我父亲罪魁祸首。他死了，要不然我绝对把他千刀万剐了。 就算是王周任干的吧，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杀人工具。那个幕后人物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，冯大林为什么要派人跟踪杀杀呢？他为什么对杜叔叔留下的八音盒那么感兴趣？他和王周任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？既然冯大林那么在意杜广田留给莎莎的证据。 军长，军长，军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遇事别慌慌张张的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呀？你说什么事儿？我把人给跟丢了。什么？我管你怎么，你还有脸回来见我？说，怎么跟丢的？下午出去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着他们，跟到了银行附近，两个人进了一条弄堂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他们突然一拐，人就不见了。一拐弯，人就不见了？你说的可是实话啊？是实话，真是跟丢了。 你要是肯骗我，哎，九爷，九爷，我就一直毙了你，信不信？九爷，二宝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哼，我谅你也不敢骗我。 赵老，把我们两个赶紧去看看呗。鸦片！别杀我，我什么都听你们的。要不，你再把我敲晕。 否则我回去没法交代啊！我求你们了，我实在下不了手，还是你们把我敲晕吧。 真的是鸦片？在租界贩卖鸦片是明令禁止的，而在华界也是严格受到日本人控制。如果没有日本人给他颁发销售鸦片许可证，那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得到。嗯，没有日本人的保护的话，广济堂即便是打着慈善济民的旗号，他也很难完成如此大规模的鸦片买卖。这下全对上。什么全对上？ 你还记得冯大林做那个噩梦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婚礼和两性关系，在梦境里都代表着合作的意思。据我的经验判断，冯大林现在肯定跟某个机构合作进行非法的买卖。
而恐怖的狂欢呢，又预示着他在这次合作中能够获益，同时又感觉到害怕和恐惧。所以说，冯大林现在肯定已经开始跟日本人合作，进行贩卖鸦片的勾当。而且他要跟日本人合作，肯定是要给日本人好处的。所以我建议，只要查起他往来的账目，不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跟日本人合作了吗？说的有道理。可是冯宅守卫严密，我们怎么可能进得去呢？进不去的话，就把他请出来呗。请谁出来？我想是时候应该会一下广济堂的出纳员了。怎么可能？身为广济堂的出纳员，对冯大林绝对是忠心不二的，他根本不可能把冯大林的秘密告诉给我们。不用他说，只要看一下广济堂的财务凭证，冯大林的资金流向不就清楚了吗？是啊，可怎么才能看到呢？哼，那要看陈浩的本事了。我？什么？你说无非去了我们的仓库，还拆了我们的货？是啊，货倒是一包没少，可好几箱被打开过了。他们当然不会要我们的货，但是这比要我们的货更可怕。这广济堂的买卖那是日本人特许的，他姓吴的知道了那又怎么样啊？老九，你想问题脑筋怎么不会转一下呢？没错，我们贩卖鸦片是得到了日本的许可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海关、巡捕房还有缉私处都以为广济堂是在做合法的买卖，赈济灾民，所以才对我们的货一律放心。即便他们怀疑我们的货有问题，那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如果有人把广济堂以赈济灾民为名，实际上在为日本人贩卖鸦片的事传出去，不说别的，只要往报纸上一登，民众闹腾起来，那还不把广济堂给砸了？老爷，那是不是要找人把他给做了？你去忙吧。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。抓小偷啊！抓小偷啊！我的包，我可算抓着你了，把钱包还给我。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我没拿你东西。你明明偷了我钱包，你还想抵赖？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的东西，你放开我，我没拿你东西。有本事你给我上巡捕房说去，抓小偷啊！小偷，我没拿过东西啊！怎么回事？谁敢抓小偷？你可算来了，他偷了我钱包。你血口喷人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我没拿你东西啊！你明明偷了我钱包。既然这位小姐一口咬定你偷了她的钱包，而且你又不肯承认，怎么办？我只能把你两位都带到巡捕房去了。带走！你放开我！我有重要事情吗？你们不能抓我啊！站住！走了。我不是什么小偷，我是广济堂的出纳员，我今天公务在身，要去银行办事的。你们乱抓人，我要控告你们。行，你要控告我也行，不过呢，你得先从这儿出去以后再说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出去呢，那就看你自己的。你们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这位小姐说你偷了她的钱包啊，如果你这个包里边没有他的钱包呢，你就可以走了。不行，这里面有上百万的财务凭证，万一出现什么差错，就是杀了我，我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呢。会有什么闪失呢？这儿是巡捕房啊，该是你的东西一个都不会少。哎，检查。是。这是你的吗？
可能呢？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呀！你还想回来？这叫人赃俱获，不是栽赃陷害啊！我现在还要检查你包里边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赃物。拿出钱来！是、啊。不，不行不行，这里有重要的东西，你不能把它拿走。坐下。吴仁泰，去吧。是。算账！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那个小偷把钱包放进我的公文包里了。请你们相信我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被栽赃陷害的。我堂堂广济堂的出纳员，每天在我手上要经过上万元的打数目。我怎么可能偷你的钱包呢？好，这小子又犯事儿了。就是他，就是这小子在银行门口撞了我，一定是他把钱包放进我公文包里了。把他抬起来，都抬起来。小姐，您认识他吗？我见过他，就是他撞的我，然后又跑到这位先生这儿了。我还以为他们俩是一伙的呢。你以为？你以为？你知道我误了我多大的事儿吗？报告，报告头，没有发现任何赃物。先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看来是误会一场。真正的小偷我们已经抓到了。啊？你现在没事了，这个包呢，赶紧还给你。你查点一下自己的东西。这简直岂有此理！我一定要控告你们。阿翔，干得不错。多谢夸奖。好喽。太好了！哎，陈探长，手铐，手铐还没打开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宋先生。慢慢说，他怎么了？宋先生被抓进巡捕房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宋先生他刚一到银行啊，就被那个姓杜的女人一把拽住，紧接着就来了好几个巡捕，把他给带走了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！妈的，又是这个杜莎莎！备车，去巡捕房。哎，呀，老宋，你可回来了！老宋，老爷，怎么回事？我今天真是撞见鬼了。别急，慢慢说。看来我的推测没有错，冯大宁帮助日本贩卖鸦片，他简直就是个大汉奸。日本人给他提供鸦片销售许可证，为他贩卖鸦片这种非法行为提供保护跟特许，
而冯大林打着广济堂赈济灾民的旗号一路通关，他把贩卖鸦片所得的巨资秘密地供给给日本人。国难当头，竟有人如此灭绝良知，干出这样投敌卖国的勾当。其实他和王忠任是如出一辙，所不同的是，王忠任呢，从银行套取大量的贷款，用这些贷款购买大宗军用物资，然后提供给日本人，作为侵略中国的军事给养。冯大林有过之而不及，他贩卖鸦片给我们的同胞，侵害我们的同胞，用赚来的黑心钱交给日本人，侵略我们国家。我看他真是为虎作伥。由此看来，冯大林三番两次的想从你们这儿夺取莎莎父亲留下来的八音盒，这足以证明他跟你父亲这个案子有直接的关系。那这么说，冯大林才是真正杀害我父亲罪魁祸首了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抓他？莎莎，我们现在还要调查取证，不过你放心，证据确凿，我一定逮捕冯大林。原本我们是想帮莎莎找到杀害杜叔叔的凶手，可这样看来，这个案子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老宋啊，你受惊了，先下去休息一会儿吧。票据嘛，明天再送也不迟。是，老爷。老爷，他们唱的这是哪一出啊？哼，哪一出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苍蝇，明摆着吗？上一回他们拆我们的货，是想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。这一回查我们的票据，是想知道我们跟谁一块干的。杜广天这个老东西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留给他们了，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盯得那么准。哎，都怪我上次去邮局晚了半步。啊，老爷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想跟我玩？那你身体再挺直一些，放松一些，很好。二位，外面请。啊，谢谢啊。二位，三天以后来取照片。先生，能不能再快一点啊？三天已经很快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亲戚们已经把我们成亲的日子定下来了，家母也希望我们能够尽早赶回去。嗯。哦，这样，那我就改一改。两位，明天来取吧。哦，哎呀，先生，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再见了哈。再见。谢谢啊。再见。我跟你说的都记着了，就我们办。救救我，救救我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看你看你看
无非你可算醒了，你知道吗？流了好多血，快把我吓死了。傻丫头，别担心。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还好好的呢，都伤成这样了。好的。放大令越是这么做，也就说明。 我们离真相就越近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的。无非，冯大林的事你别再查了。我求你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想为你的父亲报仇啊？我想报仇，可是要以你的生命为代价的话，我宁愿放弃。 傻丫头，你以为我放弃了，冯大林就会放过我吗？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你父亲和你我，还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安全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知道太多，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。所以我要尽快的查清事情的真相，把冯大林绳之以法。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你我的安全，还有更多人的安全。我现在不怕别的，我就怕冯大林再对你使坏。我明天就去搬局不力，我非办他个蓄意谋杀罪不可。什么？他没死？本来是不可能是这样的结果的。这刺客是我亲手挑选的，有勇有谋，刀法又好。 谁知道半路查出程咬金来了？要不是有人相救啊，这小子早就一命呜呼了。算他命的，查了没有？谁救的他？查了。老爷，不瞒您说，到现在还没线索呢。老爷，一有线索，我立马向您汇报。老爷，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啊？老爷，您放心，广济堂对付这小子，那是绰绰有余啊。 早就告诉我了，伤得怎么样？没事，伤到些皮肉，医生说马上就能出院了，别担心。小飞啊，你母亲走得早。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。我曾经说过，不管之前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问题，但你始终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。血脉相连不是一句空话，等你有了孩子，你就知道什么叫身同感受，什么叫伤在你的身上，疼在我的心上。爸，你现在大了，做什么事情我不管，我也管不了。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您放心吧，我做事有分寸。哼，你叫我怎么放心？嗯，小飞，你太年轻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。那冯大林是一个什么人？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。
他的广义堂和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就连租界的巡捕房，对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听之任之。你一个小小的私家侦探，你想把他怎么样？我知道，凭我的一己之力，不能把他怎么样。但是我只要掌握了证据，我一定会把他绳之以法的。法？在这个物欲横流、法度颠覆的乱世，你居然还相信法律？我告诉你。 有些时候，法律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的，懂吗？难道你今天来就是想让我停止查案，对吗？难道你想看到你的儿子成为一个懦夫？对，我希望你停止对冯大林的调查，但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懦夫，更不希望你这有匹夫之勇。 你明知道自己身单力薄，可为什么还要去做那些以卵击石的事情呢？你这么做到头来只能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。你可以去做很多有关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，为什么偏偏非要盯着这个冯大林呢？小飞啊，你已经不小了，应该懂得做事情如何把握分寸。 应该学会审时度势，也应该明白什么叫适可而止吧。答应爸爸，就算为了不让爸爸为你担心，爸，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不想骗你，你很难说服我。我有时候真想狠狠地揍你一顿。 改改你身上这个太固执的臭脾气，可是我下不了手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，你实在是太像我了。 杜广天的事情，我错怪你了。知道了就好，你还年轻，爸爸不怪你。正因为错怪了你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冯大林的事情查得个水落石出。 小飞，你真的想这么做？好，咱们不说他了。我听莎莎说，当时有一个人把你救了，咱们要好好谢谢人家。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不知道。我只记得，即将在我昏过去之前，我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。 那个人应该是一个跛子。跛子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只是觉着有些意外。 要抓捕冯大林，啊，我不准。为什么呀？他涉嫌蓄意谋杀，他很有可能是杜广天、孙旭、莫莉、王忠任等案的幕后黑手。他还贩卖鸦片，坑害老百姓。他把非法所得秘密供给给日本人。像他这种无恶不作的人，为什么不抓他？证据呢？你说他是幕后黑手，光靠猜测还不行，你必须要拿出确凿的证据。至于你说他贩卖鸦片，我相信。
你说的是事实，可那是他在华界干的勾当，不是在租界，不归我们租界巡捕房管呀。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难道我们就对他听之任之是吗？不是听之任之，而是不能操之过急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只要你把他的证据准备充分了，想什么时候抓他，我绝不拦你。这个你说的？我说的。最近有没有上好的货色？哎呀，冯先生，不瞒你说，现在除了上海仗越打越厉害，我新进的那几箱子货被搁置在水路上了，其中可是有几件了不起的珍品。什么时候到？两天后必到。冯先生，如果你有这个实力拿得起，两天后我再来看。哎，不用劳烦大家啊，等东西一到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到府上。如果你看得中意，那就直接留下啊。再好不过，哎，告辞。好，黄老板慢走啊。号外号外，日本首相宣布辞职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重组内阁。大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到街上去听一听，连不识字的中国小孩都知道近卫首相下台，东条英机重新组阁，你还有必要问我怎么了吗？武夫当国，今后的形势令人担忧啊！军部已经开始叫嚣，一亿国民齐上阵，号召全体国民节衣缩食，为战争开道。可见国内的经济已经到了不堪的地步，今后我们兴安院肩头的担子又重了千百斤。大总，除了军费的事儿，您好像还有其他心事。现在国内已经悄然掀起了一股镇压反东条分子的热潮，那些军国主义的追随者已经把刺刀对准了自己的同胞，我担心这种情况会波及到中国。如果我们无法满足军部的需求和关东军庞大的军费开支，我们也会列入反东条分子的行列，所以今后我们做事要慎之又慎。主子啊，哎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是时候该见一下我们那位影子先生了。哎。先找告，先找告。哎，你们在这里干嘛？我是村古斋的管事，今天带来几样东西，请你们家先生鉴赏一下。嗯，等着，交给老爷。是。不过要进我们这里，要先搜一下身。当然。
把所有的箱子打开。打开。慢点啊，我这里面可都是真品。可以了，进去吧。轻点，是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是个大姐。周先生，您是新来的吧？以前我没见过你啊。道村古斋已经有段日子了，只是一直在外面替掌柜的进货，所以一直没有和冯先生见过面。冯先生，请您品鉴。打开。哎，你们俩退下。是。轻点。轻点，轻点，慢点啊。包浆圆润，釉色纯正，眼口平滑，工笔深厚，线条确定，毫无匠气。这个大姐一定是出自宫廷的官窑，果然是件好东西啊！啊，周先生。我觉得你长得很像一个人，你确定我们以前没见过面？先生好眼力，只是为时已晚。你来了，为了庆祝吴大侦探光荣出院，本小姐亲自煲了一锅十全大补汤，让你好好补补。陈浩，来喝汤。我也没受伤，我也有份儿啊。当然。陈大探长嘛，工作劳碌奔波，当然也要补补筋骨啦。哪里哪里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怎么那么咸啊？啊？咸了，我尝尝。来，你不用尝，这汤怎么咸了？咸淡正好，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汤，真的。嗯，我喝。真的？嗯。嗯。啊，我再来一碗。你多喝点。真的好喝呀。啊，好喝。你再来一碗。我，你让他多喝点吧。冯先生，请留步。这大件我先带回去了，小件的您随便玩着。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您只要把钱汇到尊古斋的账上就行了。那我先告辞了，告辞，告辞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老爷说他看古董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。是。我们一直守在这里，我还是觉得不对劲，我得进去看看。好，走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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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，出事了！报告大总，冯大林突然在自己家里失踪了。失踪了。是广济堂那个冯大林呢？嘿，这个冯大林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掌控着日本占领区所有鸦片的买卖渠道，而且我们在中国热河地区所种植和生产的鸦片也全部归他报销。那广济堂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广济堂的营运已经全面瘫痪，巨额的军费已经没了着落，而且我们所有的军需物资的采购和装运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这什么人干的？据我分析，应该不是黑道人所为。不过大总放心，一旦有消息，我立刻向您报告。命令影子，用尽快的速度恢复广济堂的营运。嗨。
在银行里不是很嚣张、很跋扈吗？你欺上越权，私自和日本人接触，犯了我的大忌。你想和日本人接触上之后，最终将我取而代之。但是你也该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啊！原来你就是影子，求求你别杀了我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去找中泽，我不该擅自做鸦片生意，我不该往日本人帮下鸦片，对不起，我最对不起的是我不该在银行里面对你大不敬，对不起，求求你。你别杀了我，鸦片生意我全部给你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对不起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不该伤我的儿子。对不起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别杀我，把他扔江里去。求求你啊。黑夜入迷，不知不觉迷失在夜里，你的雨飘忽不定如迷，谁能猜透你身后的孤寂，你的发像一天叹息，不知不觉就站着雨里，你的眉宇说还羞如你，谁能温暖你藏的孤寂，拥着你哪怕全世界都可以忘记，只要在我怀里有一点点暖意，拥着你哪怕全世界有一天失去，心甘情愿。